一下，兄弟们收了我就上去，现在集市上面看一下。在这边坐着也不是个事儿啊，没办法，该走动一下还是要走动一下，该去看一下外面什么情况。先拿过去一下，大漠，哎呦，兄弟们呐、那可别闹了，什么买车买房，真的是，我又不是他儿子。再说了，老大在互联网也是为了开心才来看互联网的，是吧？也只是为了消遣一下，花点小钱。搞得真的是收拾一下，收拾一下。不会的，马上就走了，马上就出发了，兄弟们，我把我充电宝拿着，我等会儿就不过来了。我等会儿该去哪里充电，我就去哪里充电，反正我这是我下播的事情啊，兄弟们，不会拿到开播来做啊。出发了，这个灯的话也拿着了，给你们照亮前进的道路啊。吃了一点就可以了。
就是看找一下灵感吧，兄弟们，我要么我就，明天，啊，移动的套圈试一下节目效果，怎么样？啊，要么，啊，我就卖气球、卖花啥的，啊，就这些打算呢，兄弟们。如果小宝贝儿愿意，到时候一起来的话也这样子做，后面如果晚上要探店的话也可以一起探店，不冲突啊，不冲突。我去哪嘛，逛一下啊，小宝那个闹闹，不怕嘛，怕啥，天不怕地不怕。来一下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好吧，十分钟以内啊，让他快点。相反的方向，我在你后面。送了什么东西啊？不去网吧，不去网吧，拉拉。拉拉，我不去网吧，拉拉。我想，去个市场看一下，去个夜市看一下。你在哪里啊，哥？刚刚有吃的吗？有螺蛳粉，再买水的地方，看一下了。这一天天的。带我去夜市啊，带我去夜市，哪个是你啊，小陈？嗯，哎呀，娜娜，我还有粉丝来接我吗？大概嘛。估计1000米够了吧？哎，不要2000米啥的。再说吧，反正啊，兄弟们，肯定是够的啊，除非要去干啥再说吧，先看吧，兄弟们，啊，我就想着就是兄弟们，就是在这个山头啊，是吧？如果你们有更好的，老大说了，如果说你们有更好的啊，确实有更。要消费到那些东西，你们说啊，是不是？我现在我只能想到的就是一个圈的话，也要不了那么多。就算啊，我要去买一个东西来作为一个奖项，啊，让他们来套的话，啊，是吧？项目嘛，嗯。你说呗，630男孩。兄弟们，我现在去夜市看一下啊，他们有什么好挣的，我要去模仿一下啊，或者我就想的就是套圈，啊，买炸烤肠，啊，等那个机器到了，你要得要等个2-3天，是不是？你我搞个圈的话，可能也就半天就可能会搞到，
来，这样子给你。来，你呀、啊？对。买了。哎呦，我真的你不，哎呦。来，走了，撤了，撤到那里。来，拜拜。娜娜，你看，走了，娜娜，他给我买这个，我，哎呦我。